已经48岁，但依旧保养得超好，不管到哪都会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。近日他受邀出席中国一个活动，在他还没有进场前，现场就已经挤满粉丝，可见他男神魅力。而当吴彦祖一现身，粉丝们纷纷兴奋拿出手机，但因为大家都想靠近男神一点，现场发生了推挤状况，甚至有一名女粉丝被推倒。而吴彦祖当下看到后立刻喊停，并呼吁现场民众后退，不要继续推挤，接着还急忙扶起跌倒的女粉丝，确认对方没有受伤后才继续往前走，举动可说是超级亲民又温柔。画面在网上曝光后，粉丝纷纷大赞吴彦祖反应快又很有亲和力，叫人怎么会不喜欢呢？